当流水击破清晨的宁静。同样做导演，你却常常这样清醒。你熟悉这个路口等待红灯的描述，却忘了尽头可以看到的海岸。你知道人该往高处爬，但不知道你一年里踩出的阶梯数可以带自己登上七星山顶。去看看这座岛屿，这座城市处处充满回忆。你爱听故事，就别让起承转合沉没在朝九晚五里。24小时不打烊的美味，别打到你了，还是那份人情味。试着停下一分钟的脚步吧，沉入夕阳的感动。走吧，翻转你的角度，精彩随时存在。Discovery 与你一起发现台湾无比精彩。